放爷呀、啊！哎，人呢？他一天天就知道瞎跑。哇，辣条！我就这样吃了，那不叫偷吃吗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哎，有办法了，我把这辣条给他扔地下。二狗子，你干嘛呢？是不是偷吃我辣条呢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才不是那种人呢！你看你这地下掉这些辣条，要不是我把你在这看着，不知道被谁都拿偷走吃了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误会好人了。那你还不赶紧帮我捡起来？好嘞。那我这帮你捡起来，你不得奖励我个什么吗？奖励个屁呀、啊！多大个活啊，还奖励你点儿？你说的什么话？我帮你干活，你不应该奖励我吗？那我再帮你认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奖励奖励奖励你还不行吗？来，奖励你两包辣条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做买卖也不容易，这一袋五毛钱，两袋就一块钱了。来，给你省一袋吧，我走了啊。哎呦，就要一袋，这二狗子真是个好人。哎，我们都要向二狗子学习啊。